从今年夏天楚乔传热播之后，林更新和赵丽颖的人气就一再飙升，两人在剧中的星月 CP 也让许多观众津津乐道。虽然电视剧结局烂尾，但是两人的表现却可圈可点，演技颜值都在线，简直是配了一脸。林更新也凭借宇文玥这个角色，让观众重新认识了十四爷。想不到逗比青年林二星竟然还可以演这样高冷角色，实在是惊喜。虽然最近没有新戏开拍，忙着跟好基友们玩吃鸡，天天让队友给自己买电脑，但是大星哥可没有偷懒。跟赵丽颖合作完后，今年两人又合作了一部微电影《楚乔传》之后再次相见，林更新偷瞄颖宝，跟赵丽颖眼神对到后吓得立马扭头绕开。颖宝见状故意逗林更新，第一眼就来了个大鞠躬，一边谦虚点头一边星哥好，星哥好久不见，一副后辈新人的模样，让林更新一脸受宠若惊。正式开拍后，林更新连看都不敢看，刚一看就连续三次笑场。而这次两人合作，又让星月 CP 党们吃了一把糖。